然后看这边哈、哦，他说把这个式子，对吧？哈，距数余多少？a 减2，问你余数余多少？像这里哦，我们教了大家，所以 a 减2余是怎么算？你可以定它为你 x 用几代？二代。但是问题啊，时间带好不好算？不好算，因为数字太大，所以说这里麻烦你直接用什么？直接用综合数法行不行？反正除式只有几次，一次嘛。 喂，所以说我首先把这 x 当什么式当做倍除式，看行不行？四次式几700，好不好？三次式几负1800，对吧？哦，OK，两次式几900，看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还有一次式几负的213，常数下式几0，算起来倍取除 ，ak 减2除。 对 ，ak 减2除，不要客气，这边就直接买7买2，是不是出来了？ 就把700摆下700，700乘2是几？14400，算出来是几？负多少？400，负400再乘以2，负7800，加起来是几？100，100乘上2，200，加起来负13，负13乘2负7，26，加起来余是余几？4，对吧？各位，可以好，所以算出来不用客气哦。 回答我余是余几，余几余4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好，把这里看一下 ，OK。